说姐姐已经是大学生了。嗯，大一。真好，我也许一辈子都进不了那地方了。大学好玩吗？嗯，挺自由的，活动也很多，作业很少。哦，对，偶尔也上上课吧。大学和中学不一样，课程时间很多都是由自己安排的，所以空闲的时间比较多。原来是这样啊。你呢？应该已经放暑假了吧？嘿嘿，今天补习，不过我翘掉了。翘课吗？从来没敢尝试呢。其实也不算啦，毕竟补习是自主参加的嘛。我成绩凑合，所以今天就放假啦。这么开明吗？我都想重新读一次了。很不错的学校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啦，只是在想还有多远。啊，这就到了，过了这段山路就是姐姐说的都是石像的地方。真的？就在前面吗？嗯，走过这边树林就是了。找到了，就是这儿。我回来了。刚才带路，多谢了。啊，对不起，不喜欢吗？
过过了这么多年，似乎变了不少。似乎整修过。毕竟这里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吗？世界文化遗产？这里是明孝陵甬道、明太子朱元璋陵墓的神道。哎，从入口开始，分别是狮、蟹雉、骆驼、象、麒麟、马。蟹雉是？哦，就是那边的，长着一只脚的动物。贺家好厉害，知道这么多。嘿嘿，蟹雉其实很常见啦，比如戴眼镜、头发挺长的。总之，这里现在是世界闻名的旅游景点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明明是世界闻名的旅游景点，却一个人都没有。那是因为今天比较热吗？没有游客，小卖部都不开，我可是差点遇难啊。那是因为王阿姨家刚刚生孩子，阿姨回去。这么说，此刻我们独占了世界的遗产。你还真是有趣。实在不好意思，都包了我这么多了。没事，张阿姨那里买一送一。买一送一？嘿嘿，买一送一是我的特权啦。连冷饮都是遗产级别的吗？哎，这是什么吃法？这种冰棒用力吸的话会比较甜。
用力吸吗？嗯。那我也。啊，真的。这么吃的话，后面会变得没有味道哦。没关系，吃掉。没事吧？对。是吧？